了这么多人，他也不表演。干嘛呢？我操！这几个大哥摆了 pose 摆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他们干嘛。我音乐倒是不错啊。找个麦当劳都没有。哎呀，老城果然是老城啊，没有现代的东西。竟然没有麦当劳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迈克尔·杰克逊的那个歌吗 ？Beat it， 对吧 ？Gant。Beat it， 我觉得就是翻译成 Gant， 东北话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几个大哥在看我，这是个冰淇淋店。